再来，这个旋风的那个油价，哦，前面才有好多啊，那不出力还可以的。哎，省省劲哈。老板，我给柴照我带就回家。那个要收费的哦，150块钱啊。那我这个70斤，要优惠一点呗。自己管现在炸的，比买那个调和油什么油的，比那个吃的要健康一点。嗯，慢点啊！谢谢，老板生意心了啊！你是不是没去背？背，我回来嘞。你也没慢点的呀，没完呐。哦，慢点没得好容易，你们本地慢点根，人家都绕货。嗯，你看我们这锤子多的油。哦，你看有。嗯，多少斤啊？3瓶哦。啊，好多。好多锤子多了。七十斤锤子干，找了有32了。但我们这个锤子好一锤油。 这个油好，你们包的好啊哈！来，包30块钱哈，拿给你。谢谢了哈。30块钱买一个小东西哈。是。这山东柴子油啊，我也吃不得好多，这柴子油好。你过来，你要慢点听啊。这柴，人家都说了，我们这柴子好。这姑娘在绣心好。要得，我走了哈。哦，你记得躺着个后人说。